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过好么？来阿明姑刘浩明分享数款福气来耶。现在台湾的传统工艺已经停顿时代，慢慢的消失去了。故是文化部听二零零九年就已经把阿等呢传统的表演艺术，无论阿等传统的工艺文化资产的保存者，去定了下来，让阿等平常阿等体验阿等的人间国宝。还有在二零一一年的时间，我们嘛推出了一个传习的计划，不同我们都开始以学习我们传统的技术，希望讲讲把我们传统技术可以留下来。我们今日邀请到来宾呢，不提下在传统的传习计划里面的推广啥地方，我们去学习我们的木雕胎石石真勇做也欣赏啊，也学上的地方呢。如果我们开始学木雕呀，技术啊，而地方又蛮新的哦，今日马上。欢迎大家来宾，我等呢罗优瑞来到现场。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嘉东的罗优瑞。优瑞啊，请问吼，从安阳乡里，侬为想要学安的传统的木雕呢？我在大学的时候念的是云林科技大学的文化资产维护系。那因为传统木雕，它现在已经是台湾的无形文化资产。那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系上就邀请了施正阳老师来到我们系上开授这个传统木雕课程。那也因此这样子，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有机会选修施老师的传统木雕课。那因此踏入木雕教室之后，就一直学习到现在了。但是我常常我讲了讲，你这个好一点东西很好一点东西，但是不见得要去做一件事情啊。可是你做某个开始，问因为讲这东西过好，但是你就开始去学呢？其实在念大学以前，我其实是从小就在高雄的凤山长大。那因为小时候是住在凤山的凤仪书院的隔壁，那凤仪书院那时候还没被整理，所以从小就住在那一种这种古迹的那种怀旧感的空间里面。那因此我对这种古迹啊，或是历史啊、文化地理这方面的都比较有兴趣。那也因此这样，我从国小到高中的很多的这种社会科的报告都是写凤山的古迹，所以因此这样就对古迹修复很有兴趣，所以那时候念云科大的文资系也是因为这样的动机去念，然后在选修相关的这种古迹修复的课程。那也有朋友建议说，你既然对古迹修复那么有兴趣，或许可以学习一项这跟古迹有关的传统工艺，也就是传统木雕。那因此我就走进了这个木雕教室这样。但是哪能改到传统的工艺地方吼？有两年其实是对原始路学习的耶。那像咱的本土出家法，你这个在技术上面，你一定讲有一开始有多多么的困难。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心里最大的一个障碍，我自己是这么想，是说很多就像主持人您说的，很多的传统的工艺都是从小国小毕业可能就开始学，那我们这种在大学才开始学，而且学习的时间基本上是很短暂的，可能就是一个礼拜学校三个小时的课程，其实是不够的。所以在那时候心里其实是觉得说，哇，我既然对这个很有兴趣，我应该是要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是只要有任何学习的机会，包括说老师在台中另外也有开设这种推广的木雕课程，那我也是每个礼拜就坐着火车到台中去上课。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因为很有兴趣，那要把握住每一次这种学习的机会。跟从归到爸爸妈妈吼，谈到安尼个生意嘞，比如讲，我生意去托太好，托个好咯，去做一个我能讲木工师傅吼，安尼事情。你爸爸妈妈第一年开始要学木雕，而且上了行一条路的时间，伊的其实的想法还蛮个。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认为会觉得就很像是从小让我们学音乐啦，或是学一些技艺课程一样，就是说没关系，你有兴趣就去玩玩看哦。那他们可能一开始心态这样，所以一开始是很支持我们做这些学习。可是当我到了大学毕业，然后去念了研究所，然后甚至是到鹿港跟老师更密集学习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担心了。那担心的时候，当然每一次回家就会开始说，那你以后要不要先去考个公人员啊，然后假日啊，或是晚上下班的时候有空再做木雕就好。当然一开始都会有担心，但是我自己就告诉自己说，我既然有兴趣，那老师也愿意教我，那我应该好好的努力。所以我对家人的一个回应就是，我每一年至少要有一两件作品在家里
替换。那这个动作就是告诉他们说不用担心，我都有持续在努力的在学习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那请你们放心这样子。可是其实也有点是想问的问题，就说可是你这个听人家的目标地方，人生的目标地方，你这个不会把创业多钱变成人生一个最重要的目标。我自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从来没有想过说以后可能可以靠传统工艺、传统木雕这个行业可能赚第一桶金。那现在来看，其实到现在我也从事一些教学的工作，很多的来学习的都会问我说，哎，那学这个到底学成之后什么时候可以第几年可以得到赚到第一桶金这个问题。那我就在思考说，哇，如果真的是一开始学的时候就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没办法学习下去了，因为他你要接受到的很多的学习中的很多的困难，然后那个困难可能是来自于你学习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经济的压力啦，或是亲友对你的一些期待啦，或是说可能会也有人会不看好说你会继续坚持下去等等。所以你如果是把这种赚多少钱放在心里面的话，你可能就走不下去。所以对我来讲，可能一直到我工作之前，在学习的阶段，我都没有想过这方面的问题。那也许是这样才有办法学到现在。可是你咪讲，很骂嘅原因，表唔可以无看到一啲问题，无能够无视这些问题，继续行下去呀。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在老师，我的木雕老师是这样老师。那因为他是一个我觉得除了是一个传统工艺的一个在台湾技术很好的一个人间国宝以外，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生导师。很多的时候他常常会在比如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或是在休息的时候泡茶，都会讲一些他的一些人生观或是他的一些经验。那这些经验你听，我们学生听了之后，其实有时候都会变成慢慢潜移默化变成我们心里的一些面对后来的事情的一些哲学，人生哲学。所以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哇，老师这一个是一个我值得追求学习一辈子的一个导师。所以我一定要在他身上学到除了工艺技术以外，要学到很多的人生的这些道理的这些东西，我才要独立这样子。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持续跟老师学习，那都没有想过说要靠这个赚大钱。可是等于如果一件事情想的地方，唔单止讲因为系一个传统工艺的一个保存。听你讲，其实也是我能讲实行上施正阳老师，这个本身的一点人生的人格，好，以对人生的看态度嘛，还会想起继续去学习的一点，会充满的原因。但我还是鼓动我的一块，是讲，譬如讲你家的太好，还是毕业以后，你如果有马上如果有用木工了，还是做木雕了，还是做这个职业吧？没有，因为在大学是学习的这个时间是很短的，那你马上从大学你想要以木雕为职业，其实是你的技术其实本身也不够的。所以到了大学之后，我接着念研究所，然后刚好我们施正阳老师也被国家文化部指定为人间国宝哦，那他就有必须有义务把他身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所以他开始展开这个四年的传习计划。那也就是因为这四年的传习计划，我有机会成为老师的传习医生，我才有更近距离，有别于在学校跟老师学习的时间那么短的情况，就是可以跟老师很近距离，在老师的工作室哦，然后跟老师学习，然后长时间相处，所以在这段时间，其实就是慢慢的累积自己的经验在老师身上，然后学到很多这方面的技术，然后跟工作经验，才慢慢的对自己的技术有信心，然后结业之后才开始渐渐的成为让自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从头头讲的传习计划里边啊，你系咪同我哋啲观众朋友了解啊？讲一传一四年的传习计划里边，唔得要学到乜嘅，然后唔得系万人带动嘅，然后唔得要熟悉嘛。在这传习计划的四年，其实我们基本上是每个礼拜六日到老师的工作室去学习。那老师基本上他是一个，
方用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教导我们，他是用一种技法。木雕我们有六种技法，然后它是从最简单的樱科、浮雕、透雕、深浮雕，然后圆体雕、圆柱体雕，这样子一直传接续的教授我们。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是慢慢的就是累积自己的一个经验。那基本上都是老师亲自教我们，因为我们就是只有三个艺生，那我们三个的学习的那个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老师是一对三去教学，所以是我们是非常长时间这样子学习这样子的情况下，学这个传统工艺。咕噜等于讲，你的礼拜一到礼拜五迄个台班，礼拜六、礼拜日都过去六工去上工。但你平常时安尼过呢多哈？你这个安尼两篇而已，譬如讲你在软特通研究所，研究所马来西亚报告啊，好、马来西亚报告、马来西亚论文给的啊。礼拜六、礼拜日又要去上，又要去我们去传习几百礼拜。那这个对你来讲，时间会用，不应该会用系吧？其实这个就是我在念这两边同时进行的时候，那时候心里最挣扎的时候是写论文，因为写论文也跟做木雕一样要花很多时间投入。那在我传习第三年的时候，我要口试要完成论文这样子，那在那个时间就是真的是一个时间上分配完全是不够用的情况，但是还好施老师也是很包容我，那也知道说我现在正在写论文，所以很多时候就会我请假啦或什么，他就可以接受这样子。可是真的是就变成两片都可以，其实读读后可以做归后出来。对对对对，那么盈利真是归好。可是罗有水能把这个逼得暗狠，但是逼得要传承我们呢传统的文化，一天要行一条路。休息一下哦，等一下我们外国读过精彩故事哦。翻过来，复起来的，安尼见面路边，路有水，一对二十岁时间都学木雕的，已经学个十年，这十年里边都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就马上来继续来问伊。我顶下要欣赏迄点，我的木雕的态势了哈。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同我同样，其实对木雕唔咩按清楚。你要同我等太有了解一下，讲你要欣赏，哦，是真有欣赏。伊对木雕里边，伊迄有乜个门派咩？哎，还是讲伊要技术，也技法。很用诶，他们同我在观众朋友收教一下。其实讲到台湾的传统木雕，其实可以先从我们最早来到台湾的汉人。其实，在台湾有分泉州人的派风格、漳州人的风格、潮州人的风格，所以特别是从这些原乡来到这边的匠师，他们分别有带不同的原乡的风格来到台湾。可是来到台湾之后，因为匠师之间会有时候会竞争，有时候会合作。那在竞争跟合作的过程中，它慢慢的形成属于地方的风格，就是有些会统一，有些会更风格会强烈。所以在台湾，其实如果要讲传统木雕的风格，我们可能会讲说鹿港派啊、台南风格或是宜兰风格这样的去做一个分别，这样会比较凸显我们在台湾的整个木雕发展的一个过程。那施正阳老师，因为他是一个比较特别，是他生在鹿港。那鹿港其实是一个工艺很重，台湾工艺很重要的一个大城镇。那在这个城镇里面呢，我们知道鹿港的有很多做木工业的前辈都是来自于泉州。那慢慢的在台湾鹿港落地生根之后，慢慢出现出鹿港的特色的风格。那施正阳老师他是跟他爸爸学习，所以他是跟着这样的鹿港的风格这样子学上来的。刚你头都已经讲啊，你哩虽然讲我们从一开始的时间啊，你有前族啦、藏族啦、潮族无同样的一种门派啦，但是睇我哋台湾以后，你的门派无同样的开始睇一块土地上差不多合放落以后，啊，等于都会用鹿港和宜兰啊、台南嘅种嘅风格。咁即系风格地方，你系咪用鹿港嘅风格同我哋睇有少计啊？讲鹿港嘅风格有乜嘢东西可以分辨出讲，亦系鹿港嘅风格的一种木雕啊？其实，在鹿港，它是还是我们讲说，如果再追到更早以前的话，它的特色还是以泉州这个为文化的基底。
所以它的整个图案的构图啊会比较是缜密的，然后比如说以人物这个题材来讲，它的人物就跟潮州有很大不同。潮州的风格就是它的人物会比较小，然后整个画面会比较细碎，那泉州的风格就是很清楚，就是人物就是主角，所以它的人物就会变成是主视觉的状态。简单讲就是鹿港的木雕呢，它其实是主题会非常的明确哦，花是什么花，鸟是什么鸟，那这个是一个鹿港的一个特色。那总的来讲，这个身上其实伊万色对啊，要爸爸给我学个嘛吼，啊，其他嘛很硬的，其实硬的木雕胎石，啊，呀木雕胎石你们会学吗？其实施老师他是在教学的时候或者在工作的时候是非常严肃的。那在休息的时候或是下课之后呢，我们其实是很像有点像父子也好或是朋友一样，就是会一起泡茶，然后聊很多比如说各种的话题，所以是非常会变得很轻松的。那这个就是老师也是很常在告诉我们说，在工作的时候要专注专心，那工作之后你要什么去放松，这个都是可以接受的这样。可是伊体也工作底个伊黑的观念少个人，对伊也要工作可能过于重，但是工作以外其实伊是黑专业的过好的一点，过好相处的一点人的啦。是。那么底讲伊使用的时候也要土地以后，伊送了伊的礼物系咪？在我们那时候当义生的时候，文化部有一个仪式，就是把这个工艺最重要的信物做一个传承的一个动作。那我们木雕就是雕刻工具，就是雕刻刀。老师那时候准备一份送给我们，那这个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哎，我们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记忆，然后要开始努力学习这样的一个仪式，这样。你其实接到一位的新妇的时间，然后雕刻刀做新妇的时间，这个心情样的呀？其实当时是很雀跃的，因为终于可以跟老师很密集的学习。我敢不讲，心情过从一面，你接到一样东西以后，你都唔可以不用迄个呀。当然，接了雀跃之后，心里就会想说，哇，我接下来就是有这个责任要把这个好好传承下来，当然是有这样的心情。但是这个心情是在喜悦之后。你还没同我的观众朋友说过一个，还没俺的给他摆在前面，都懂出你俺的那个事情上，送不能给偷一偷工具，还没？是，我们现在桌上看到这些雕刻刀是，有一部分是老师那时候有在受证的时候有送给我们的工具。那这些工具都是我们在雕刻的时候很常用到的一些工具。那这些工具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它鹿港的风格是属于泉州文化的基底，所以这些工具比较接近泉州的形式，是整支金属的。那跟可能跟比如说我们如果有机会到新竹，它是比较不同的派别，它是用木柄的。哦，那没有好坏，就是一个文化传承习惯的问题。哦，可是真正我的有的看到是真的是有一点书的病哈、哦。可是我原来从我们讲鹿港这边泉州这边的一种木条，其实都用全部用铁的一种。对。可是等于你讲，那用我去拿呀工具，怎么去拿这个工具？一开始蛮好些。对，一开始要学习工具拿怎么拿，因为有时候我们一开始拿到雕刻刀，我们常常会像拿笔一样，就是在拿这支工具。可是这样子常常会就是你手就会觉得很累，因为你姿势不对。所以我们就要一段时间学习怎么使用工具。那学习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慢慢的跟这个工具有一点点连结。我常常会讲一个道理，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手指头的触觉神经都延伸到刀口，你就会感觉刀口这跟木材纤维在刻画的这个感觉会回馈到你的手上，这样的一个亲密。所以我们的工具基本上是很个人的，不太会去跟师兄师姐互用这样子。诶，也就等于如果一种啊讲，啊你的厨师啊，有这个的一组刀诶，是，哦，安尼伊在脱离了，因为你这个用惯的东西，唔但是讲，你这个用好了阿姨保养，对，你这个阿姨提。一直做个高利益是嘛？佮从本来即个通做，等于讲亚托公鸡喊一辈都停顿伊生意。绝对是跟着，因为我如果要一辈子做这个工作的话，他就是要跟着我的一辈子。
那这一套工具其实其实某种程度也可以去反映我的师承，因为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师傅他们在整理工具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大方向是类似的，但是有一些细微的处理方法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学到了施老师整理工具的方法之后，我的工具就有施老师的影子，那将来如果我有机会再传承到下一个工艺下一代的工艺师的话，他也会有我的影子，也会有施老师的影子。故就等于讲，你的呀门派以后，唔单止讲以做色的方法，以这个本身的雕刻的方法，还有门派，以这个处理工具，以这个生活态度，可能嘛，还有被门派以的归重要的特色。老师就像爸爸，就是一个你一辈子要学习的对象。从头讲，一开始节目底部，你这个在讲，因为你这个晚上还在提风扇嘛，哈，故说给你的风雨树烟，你从头提咩看懂啊？能够多的木雕啦，哈，能木工的东西。但因为刚刚的，那在生活底部木雕出现的比例特色的吼，你下面可以同啊的观众朋友讲，其实还有哪可以看到啊？大概木雕的一种艺术品。其实这个传统木雕它在以前主要的舞台是在寺庙或是传统建筑上面，那这个是一个很过去很重要的一个教育的场所。为什么？因为以前的识字率不高的年代，庙口常常会有个说书人在可能在讲解啊，今天要讲解三国演义第几章第几回，当他在讲这些张飞如何大战谁谁谁的时候，他的画面可能就是指向庙上面的雕刻的这个画面，那就是让听的人可以直接联想到说啊，这个张飞打的是如何激烈啊，然后那个画面。所以雕刻在以前它是一个教材，图像教材。那现在因为这个时代慢慢的改变，大家到了庙里面可能几乎都是只剩下拜拜的功能。那现在盖新的庙还是有，但是现在很多都是追求比较便宜啊快速啊，所以呢我们的传统木雕手作的这种工艺的工艺师的职场舞台慢慢的萎缩，所以现在你可能看到庙里面新盖的庙的雕刻，你看到的很多都是重复性的，或是做的很粗糙的，甚至是没有任何的题材内涵的，就是变得好像变得比较是次文化啦，或是比较粗俗的一个文化的象征。但是其实很多很精美的东西还是可以在一些我们的很经典的国家的古迹里面可以看到。你那广东我都发现讲真的蒙错，应该有时间我的新作我没有地方吼，像有的位木雕啊，都搞不清楚讲，因为我的以前看到那种木雕，伊上面看到可能讲了录一堆我的历史的故事哈，忠孝节义的故事，无论讲有某个艺术癖好故事，但是今仔日看到伊个是新的吼，伊这种木雕可能讲是收藏业，这种收藏业木雕其实对没有地方来讲，这种无某个关系，就变成讲。也要更加有木雕变成一个装饰用的东西，同贵的没有地方一切关系如何？是。咁面对人的问题的话，我哋传统的木雕，譬如讲而家在学习的东西，我哋运用啊，以同人的现代的审美做一个结合吧。其实我们现在有朝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研究哦，那研究一定会产生一些文字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以前就包括说我学习木雕，我还是用老师这样口传心授，他没有任何的文字的记录，哦，那这样子在学习，所以推广的广度可能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快。那如果说我们透过研究帮把这些知识文字化之后，它可以更有效的可能进入到可能学校的课纲里面去，然后让更多人去认识，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是会鼓励说我们台湾的传统木雕它是很有特色的，而且是保存最原汁原味的在台湾。那这个东西如果你要做好的这种传统木雕的工艺品哦，你还是要找台湾的匠师来做，这个是希望可以跟很多的庙方的管理员这样子去鼓励。第三个，我们现在慢慢的也把这种以前庙里面都很大很大的作品把它缩小啊，变成一些比较是小品的作品，但是还是保留传统的技法、传统的图像、传统的意涵哦，文化内容，把它结合在这个小小的艺品，那让现在的家庭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摆设啦，或是作为一个教育子孙，或成为一个家里面一个精神象征的一件摆件，或是精神象征物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我们也有朝向这种艺术化的这样的发展。
嗰种有几多目标一种尝试的方法啦，哈。嗯。看落伊的几简单的伊的木雕作品底部，其实伊后背有几多年历、历史还有技术。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再把几多更精彩故事哦。过来福气来耶！我们今天来宾罗有水，一拜师我的木雕太师，是这种太师嘛？好个几多太师的一种风范，一种人格哈。但伊这个嘛有做几多个无同样的作品哦，我哋马上来满意。从头头有讲到讲，我哋人家一直希望讲我哋以前传统的木雕作品哈，味道爱融合我哋人家现代的身法。可是伊做个变成唔管系熟悉啦哈，无论讲变成我哋人家身法地方可以用到的。你咪同我哋说明一下讲，用嘅东西喺点解生产地方可以用到嘅？像我们现在把一些传统的技法、传统的文化、传统的图像，把它放在比较是现在人生活居家比较可以接触到的一些展示的艺术品这样的形式去呈现。就像这一件我今年的一个创作是宣庭吉庆这样的一个题材，那它是用传统的传统技法里面的阴刻的技法去制作。那我利用了这个里面有主要有两个元素，第一个是宣花哦，宣花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它是代表一种母亲的一种花卉哦。那另外就是石头，石头在文人里面它常常会用一种太湖石的形式去表现，就像画面中这样的一个石头的表现。那太湖石它有一个兽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在民间把这种太湖石兽石这个形象变成另外一种用同音字去用长寿的时候去解释这个石头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可以代表一种祝贺家里的母亲长寿这样的一个吉祥意涵。所以我就是利用这样的传统的文化、传统的图像，然后用一种比较新的方式去呈现在这样的作品里面。其实很适合就是家中如果家里有长辈生日，尤其是母亲生日，它就可以作为一个祝贺的一个礼物或是祝贺的作品。那它常常它也符合我们传统木雕在传统的社会里面或传统庙宇里面，它有一种祝福的这样的意涵的一个呈现。可是等于讲，有个作品底部已经系用一种挖的方法去把它呈现出来哈。但系无上的话，一般来讲，也符合睇，应该讲有个木雕作品啊哈，睇一般的庙底部的话，伊敢会暗色还是讲会过太一些？它其实比例来讲，应该尺寸应该是差不多大小。那它会放在一个地方，这个技法会放在门扇上的下方，哦，它会比较是活动性的，比如说刚刚讲的门扇，它是可能常常会有一些人会去使用啊，或是小朋友可能会去触摸，所以它使用这个技法来讲是相对来安全，就是说它比较不容易损坏。哦，那如果说你在这个门扇的下方是用透雕镂空的，那你可能很快的花就谢了，鸟就飞了这样的一个技法。所以在什么地方使用什么技法，在我们传统的木雕的知识里面是很重要的。那我只是使用了这个技法，然后把它独立出来，作为一个这样的框去独立呈现。如等于说以前可能我的爱做一个猫哈，没有可能要做一扇门，给门的下面的部分，如用来种的东西来做。是，但是以你眼的其他可能没安多机器，可能没安多机器做一点没有哈，冇可能安多机器，或者门通不有安的东西，就变成讲把独独立出来，对，变成一幅画，好，一幅画体一个有一点作书的意思，好，会帮我等的希望讲妈妈从书啦哈的意思，听见讲嘛可以去单纯去欣赏也要技术。还有一个画面安尼地方，你到底把它变成一个单纯的艺术品来做一件事情。噶安尼嘅作品的话，一般人的接触嘅场景有呀？其实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展览的机会，然后除了是在文化部有一些展览也好，或是有一些文艺的一些活动空间，都会让我们去展览。那展览出去之后，很多人就会对这种作品很讨喜。为什么？因为以前这种作品，如果你是出现在寺庙里面，它是放在很多漂亮的作品里面，它不会被人家注意到、发现到。但是当我们独立出来的时候，人家就会单独去欣赏它，去看它的每个细节的时候，
他就会一般欣赏者就会觉得说哇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作品，所以我们出去的作品基本上对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欸、很想要收藏啊，或是很想要拿来祝贺家里的长辈啊，这样的一个回应这样子。其实我的 melody 不可能每一天都归会开始作为一个雕刻的作的艺术品，但是因为全部都贴墙哎，路边上的行，我的去买方式无注意到，但是你把伊单托拿出来，嗯，每一堆都可以黑一点艺术品来看那一件事情，但是我的好贵多一点问题来讲，黑咪其实因为我有需要，也得技术，那可能会留存下去啊。这个是绝对的，因为我们传统工艺本来就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脉络中产生出来的。那在这个传统的文化的这个需求慢慢的减少的时候，我们相对的我们的职场的舞台就萎缩。所以像做这种艺术作品也是属于在当代的，我觉得是一种某种的无奈，但是也是想办法去杀出一条新的一种发展的路线，重新找回不同的欣赏者，然后来欣赏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我们才有机会再继续的维持下去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吼，我哋常常会看日本人讲，我哋日本流传嘅嗰度传统嘅工艺，但是我哋冇注意到讲，其实个传统工艺因为系有人系用，譬如讲我哋一啲艺伎、一啲神风做嘅东西，如也要跳那么，如因为要有嘅也要跳那么，可是石头那么人也要技术留下来。听人讲，以插上面嘅叫做发簪，嘅做发簪嘅人嘅技术留下来，还有以做丧服嘅人。以做丧服的人，佮到技术，如因为伊的意志，也袂伊的，我能讲表演的舞台，也到技术，有伊的表演的舞台，故事，也到技术都可以留下来。但你问到都变成讲，我哋要不目标为伊的技术，吼，艺术品来讲的话，伊一开始原来的伊的舞台都睇描红，但你即个因为讲，从一到目标作品，后面还是归到描红，也袂伊的表演的舞台咯。没错，因为像我们虽然是。受到国家补助才有机会学习到这个技术，但我们总不能一直依赖着国家的文化资源继续靠这样的资源继续传承这个技术，所以我的心里的一个心里的想法，我还是希望我能回到民间，然后服务这个传统民间的传统艺术这样的一个职场。那只是说我们现在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就是很多的庙方还是需要追求一种便宜快速的这种生产的工艺品，那相对来讲，我们这种手工的坚持传统的这个那个工艺师呢，就不太可能进入到现在的那个庙方盖庙的这种工程，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蛮大的一个困境的。因为吼，也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如果从总统中来讲咧，各种意味讲，也着传统文化应该爱保留下去的话。一当年其实伊嘛爱吃饭啦，一当年其实嘛爱有的舞台，伊表演的去可以去学这家啦吼。啊，伊的舞台其实听下人的，更加听下人没有地位。其实我的没有地位，又可以保留的东西过多，包括讲我的故事，包括讲我的不管是色调、木调，一道传统技术，如果因为也要描方，而细的描吼，可是我的一道技术可以留下来。但是因为更加我的没有地位，其实用铁多。去欣赏的东西，譬如讲，假如嗰度用嗰种水，父母奶啦，嗰种用雕的嚟描地啵，伊都完全无物嘅技术，伊留下来的东西全部人做入穷用，伊冇办法看出派别，伊冇办法看出技术的好坏，伊冇办法看出你阿描地啵应该诶标物嘅神，物嘅故事吼，其实以前也鬼天系观洋葱诶，所以说你对你来讲啊，干你一番，你即个技术，譬如讲，你更加把乐团描方做合作冇？其实我觉得我运气很好，我一结业之后，在台北就有一个地方的庙宇，好，然后他们就需要有他们的神教的重建工程，那他们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神明的组织，因为他们是希望是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可以让新一代的工艺师能加入这样的一个重建的工程，让有这样我们年轻人有机会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然后持续的传承这个技术。可是你睇下个技术地步，咪可以把一个即个做东西去变一个技法地步，就变成一个口味地步一部分啦，系咪？是，它是在我们现在的神教很多都不是用人扛的了，
很多都是直接用一个台车去推出去的。那个台车有个平台，平台的周边可能都需要一些雕刻的装饰物，那他们就委托我做这个周边的这些装饰的赌平这样子。那你这个在做创作的时候，你等于讲最近除了做美好的东西，我这个买创作，你创作的作品底本，你有印象过什么吗？在我当艺生的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学浮雕这个技法，那我那时候是以博古图这个题材为学习的一个图像。那在博古图里面，它有很多的古器物，都代表了很多的吉祥的寓意。那我那时候就选用了香炉啊、布灯，然后寿桃、石榴、铜钱这些，把它集合在一起。那如果这些作品如果是放在寺庙，它可能就是代表的，比如说香火鼎盛啊。然后如果是放在家里面或是民间处，它代表是子孙绵延不断啊。那对我来讲，我那时候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我刚好大学毕业。那这个我印象很深刻，我在大学的时候学传统木雕，从大二开始学，可能有20个同学跟你一起学，可能到了第二个学期剩下15个，到第三学期剩下10个，然后慢慢的到毕业剩下你一个去当艺生的时候，我那时候心情是非常的负面的。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完蛋了，这传统木雕传统工艺要没落了，要失传了。但是做完这件作品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不能再把这种负面的情绪持续下去，不然这样学不下去嘛。所以就是后来就把用那件作品把自己的一些希望祈求的事情放到那个里面，比如说在香炉里面产生的云烟，那个云烟就是代表是希望做传统木雕的人可以像这个画面一样绵延不断，然后布灯代表光明，就代表做传统木雕的人都很有未来，然后多福多寿，赚很多钱，最重要是赚很多钱，这样子把它变成一个正能量的转化。所以这个是我在学习过程中其实是鼓励自己的一个作品，这个是我一个对比较有印象的一件作品。就是要心情很这个，给世界的可能讲心情写照的一个投射啦。是是是。那对未来呢？你这个对未来，你这个有嘛个打算？我们讲你这个木雕的艺术作品有嘛个想法吗？其实最主要的木雕还是希望可以传统木雕可以持续的传承下去。那这个过程有很多的方法，就像刚刚有提到，我现在同时也在念博士班。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希望可以把这种传统的知识文字化，然后把它比较有健全的把它记录下来，这个是第一个发展。第二个是我持续的希望是还可以从事这种庙宇的设计啦、制作的工程，因为那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持续学习的一个状态。那同时我会希望是可以创作，就是当我就像刚刚讲的如果有自己有什么样的心境感受的时候，我就可以透过我的作品去呈现出来，这个是我的一个创作的部分。再来就是我可以希望是说我可以更多的跟更多人推广，就是把这个传统工艺的美跟好跟它的文化传承到更多人的生活之中，就等于一种人生的创作了啦。是是是。也提一个规模的事情，如果讲规格的一个沙皮底杯，一种一刀一刻做出来的木雕，其实应该会慢慢的会受伤害。但是后台有一个人，伊从唔单止伊好笑一件事情，伊嘛把一件事情希望可以推广过来。今日我感谢有书的当来现场同我们讲安刀木雕的故事。谢谢主持人，多谢泰卡。休息一下哦，大家听下咱欣赏来运动运动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了。来往镇乡，来自于屏东县长治乡，谢谢导演杨神下笔，一片的呢是郑先生，一片是蔡先生。以下同观众朋友做示范的呢是我们的霹雳鸭掌。霹雳鸭掌呢，它动作吼过多的，更加呢我们的脚轻轻打开来，以拳头同法。拿松树拿好你来，右手树枝稍等哈，左手稍等哈，等一下时间，我等你右手拿上去，
也从事呢一个向下背，一个向单行，向单行是爱等的延伸，上下放出来，放出过后呢，爱等的重新移到左边，爱等左边的时间，爱等的延伸打出来，也扎树呢倾下去，左树中心的左树，爱等的左树倾下去，右树向这对着这片。放床出去，更加呢，我等你将近转一下，转一下过后呢，我等腰骨变松嘞，按松下去，按下去过后呢，我等你松树呢，转一下，转的时间，我等左右呢直面的时间，树枝呢一个树枝朝前面，一个树单方的树枝。树心呢向落背，树枝朝后背，朝后背过后，我等的树呢倾下去，转一下，转呢都两扎树，佮像立顿球的树心相对，树心相对，上下一个右树向下背，左树向向单方，天天来板方一来，板方一来，当我等的正面的时节，我等的。竖臀、竖棍、臀脚棍，右竖的竖棍、臀脚棍，将呢十八打开来，右竖的竖八掌也打开来。过一只伊，我等注意讲，我等呢里头的左片，过来我等一转的时间呢，我等呢脚盘、臀竖盘转向伊来，单方的竖也同样停顿来转，转向伊来，荡出去。过来跪掌来，跪掌过后呢，我等重新呢向向右偏，向右偏，我等转呢到右偏的时间，我等呢眼神打出来，我的数字右数的数字向下背，因停下的时间，记得我的将近转向单行，俺的单行的数呢数数心向单行，数字向落背，我的腰骨高骨转一下。转一下，我的数字右数的数字，数字朝前面；我左数的数，数八掌向后背，啊，我数字向后背。你要转的时间，我倾下去，我两只数，数心相对，对过后，我左数向下背，右数向单方，引流向起来，流向起来。啊，我等你脚的起的里头呢，顶我等你右脚，啊，我等你左脚呢，好。变松嘞，看了还变松嘞。对外头呢，竖关节同脚关节呢，一节一节让来转入来。当两只竖向下，啊，多一时间放出去，上下延长出去，放出去。过来回掌，向脸一片。要注意那一点，还要注意外头的延伸。好，转的时间唔好转对岸嘞，你转对岸嘞呢？我等一下一竖棍连，我等一下偏嘞淋，人工淋巴腋下淋巴盆及淋巴膜花都按摩到哈。啊，我等转的时间，我等你切条，注意我等你切条哈，唔好超过我等你脚趾。啊，讲我等徛啦哈，想十八错下去，所以要注意的地方。注意地方，我的，所以讲天天来转下夜时节，松平来两扎树，好相对夜时节，啊，我人点的时节注意哦，我呀点的时节我呀咋讲，是松的，哦，两松来。
以上呢，现在等做祈祷的动作，接下来呢，我等下做祈祷的动作，啊，希望观众朋友拿到一张单来听，等下等来做。今天呢，我等下做接顿来做我等祈祷的动作，观众朋友拿顿单来听，我等来做。啊，等下呢要注意讲啊，安全性哈，唔好有连的耶，我等下安全第一。今天的钟呢，都会讲啊，我们初的时间，可以用初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啊，我们初的时间呢，我们呢，等下会问天心，哦，在做一个我们的霹雳一样掌，拿放一来的时间，数呢，一个向下背，数字呢，我的右数，数字向下背，左数，数字向当行。大行的数稍微转一下，转的当我们头脑是什么数字，数八种向大行，我们的眼神这一片，过来压缩下去，转压缩下去，看我们两个数八种转一下，数心相对放放起来，用杂碎松下，一个松一个下，放放起来。注意提防在底下，我也杂脚边松来伸出去的时间，我拿出去，我垫的时间，我对我的脚盘，哈，脚盘，垫放起来。然后来我的脚缩入来，再过来我的弯片的时间，我的左数的数字向落向右片，我的竖心向单行，我的重量这一片，我的肩颈转的时间，我要注意讲，我的转的时间我没转的都这样，哦，转的都这样，我的眼神都扭在外面的，我们转我的肩颈，转来过后我的腰骨横高骨放松来，放松的压缩下去，啊，延长我们的背囊颈，两只手呢，一个向后背，一个向前下背的时间，竖心相对，一只脚伸出个垂直，我哋呢竖向地背啊，打开来。啊，我哋呢竖臀僵呢顶一下，延长出一下。我哋呢竖臀脚有一个左右嘅延长出去，再跪到这来。回到这来时间，我等弯片，打开来，给只脚一放松来，我等垫的时间，脚掌稍微扭放起来，两只手，两只一只脚，天天的延长出去，伸出去。啊，我等跪倒转来的时间，脚缩一下，在弯一片的时间，记得我等的肩头唔好扭放起来，我等的肩头放松来。上下延长一出去，
以上呢，是我们做初度的动作哈。啊，观众朋友，我们初度的动作呢，好好啊来做呢，锻炼我们的眼神哈，啊，帮我们的眼神空间，我们汉语词拿来了。